很早，凌晨三点多吧。今天要拍的是天晴座流星雨。印象中极大值只有20颗。辐射点在这个方向，月亮在这个方向，先往这边拍。然后整个凉亭拍进去还不错，出门的时候还都云啊，三点以后云开了。点云呐、啊，这边是三星连线，哪三的星呢？我们依序可以看到，从上面是土星，然后最底下是木星，木星旁边还有海王星，月亮旁边冥王星是看不出来的。我现在在画面上只看得到三星跟月亮。来，最难的挑战，三星连线流星雨，月亮加三星连线流星雨。闪电，闪电。